腾讯体育7月28日讯，拜仁签下加拿大天才边锋阿方索·戴雷斯。这位拜仁新援发表加盟感言，没想到拜仁为我付出了这么多努力，我一直在模仿梅西的踢球风格。新赛季想穿67号战报，不行的话穿39号也行。戴雷斯说，作为一个孩子，我一直梦想加盟顶级俱乐部，很多俱乐部向我抛出橄榄枝，但最终我选择拜仁，因为他们向我展示了球队的计划，告诉我他们会如何帮我融入球队，他们为签下我付出了很大努力，于是我很快做出决定为拜仁效力。现在我有点紧张，生活总充满挑战，我已准备好迎接挑战，能加盟拜仁这样的顶级俱乐部让我非常兴奋。此外，戴维斯还透露自己一直在模仿梅西的球风，我以前一直在模仿梅西的踢球风格，但实际上他比我矮一些，我的腿太长了，所以我的步子有点大，我的球风基本上可归纳为将皮球控在脚下，然后用上帝赋予我的速度过掉对方。17岁的加拿大小将本赛季为温哥华白帽出战20次，打入三球，助攻6次。他会成为罗贝里的接班人吗？因为温哥华白帽还在 MLS 赛季争夺，所以戴维斯直到2019年1月才会正式加盟拜仁。不过这小子已经开始憧憬在拜仁的生活了，我想要用17号球衣，但是绝了不告诉我这个号码太大了，所以我得看看接近67号的球衣，我可能会选择39号。需要指出的是，上一个在拜仁穿39号球衣的是德国天才托尼克罗斯。戴维斯会重复克罗斯一飞冲天的轨迹吗？牛牛 CN 的免责声明，本文来自腾讯新闻客户端自媒体，不代表腾讯网的观点和立场。